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特斯拉那姑。你们会不会看了真的哈那姑以后，就觉得他就只不过是块布偶呢？我今天呢想说，因为我们今天学校就带我们去拍大头照，就是履历表，我们表演系履历表会有大头照这样子。然后你们大家有觉得我今天妆哪里不一样吗？我们从来没有在镜头前做过这个妆。给你们三秒，三二一，好，就是我画了下眼线，我自己是不太习惯，因为我觉得就画下，我觉得我自己画下眼线显老。然后我今天刚好下午又蛮多时间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拍一个去日本超市买什么给大家看，完全没有关联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今天呢去日本超市买了两袋东西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先给大家看饮料的部分，不是饮料，是茶，大部分是无糖的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乌龙茶，然后再来是分解茶。我买了两罐分解茶，这个就是我室友们都有在喝，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油切茶，或者是美招，然后它是绿茶口味的，它还有红茶口味的，可是我就选绿茶，我比较喜欢喝绿茶。乌龙茶我还蛮喜欢喝乌龙茶的，茶的架上种类超级多的，看起来蛮好喝，我就拿了。那再来是乌龙茶，这样都很方便，就是有时候出门就去学校的时候就直接拿一罐带走。然后再来这个呢，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喝的麦芽牛奶，这超好喝的，我已经喝蛮久了，每次去日本超市的时候有空就会买，我也是跟着室友一起买的。我是那种一个东西可以一直喝，去一间餐厅我吃过那个东西好吃，我基本上去都是点那一道，因为我很怕踩地雷，就如果假如我想说换新的饮料或是换新的那间餐厅的美食，我肯如果不喜欢我就很难吃完。另外一袋就是比较是吃的啊，海娜姑，你的头，你要抬头挺胸啊！我就买了吐司，他们吐司跟就是一般 grocery 我们在美国的超市的吐司就要看，就说 Safeway 跟那个 Walgreens 的吐司，我觉得都是属于松松软软薄薄，很容易破。然后我们讲的很像很难吃，亚洲超市还是比较合亚洲人胃口吧，因为像我在这边待了一阵子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去日本超市，或者是去大华九九。我之前也有拍过影片，因为他们的东西还是比较合我们的胃口。然后我自己最爱的还是日本超市，虽然它的价钱整个都比一般我们美国超市的，就是再贵个两倍，可是他们的东西就比较精致，然后比较好吃。我今天没有戴隐形眼镜，不知道有没有对到焦，我都是尽量看那个iPhone 的右边，对着镜头应该入门是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超好吃的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我也是，这是我的第三包还是第四包吧。我每次买新的东西，如果真的要尝试的话，我都会看图，然后通常我看图的感应觉得好不好吃都还蛮准的。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好像还是室友推荐，然后我就买，我看这个图感觉不错，然后我就买了，然后我就吃到现在第三包，早上起来配牛奶，或者是加在我每次做的那个 mason jar 里面，都很好吃。再来是韩娜问的，让我过来一点好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是我今天新发现的，你看一下这个图，你们看得到吗？你看到这个图吗？好，然后它上面有黑芝麻，那看起来像 brown sugar。然后下面就是咖啡，然后是直接用泡的冲绳产的黑糖食用。我就是看到黑糖，然后看到咖啡，然后觉得这应该很好喝，那我就买了，而且它是 latte。然后再来呢是纳豆，也是我也是好像去年年底才开始吃的，也是室友推荐。然后这一个牌的纳豆超大颗，超好吃，我那时候也是吃室友的，然后就试吃一口，就觉得这个很赞，这就可以配在吐司上面吃，然后或者是再放蛋，然后再放
再放起司，但纳豆本身就是吃了就很饱，所以它配吐司就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家里都只有那个 crunch peanut butter 的那个果酱，然后我想说那我来买一些其他口味的好了，然后我就买了草莓酱，然后再是蓝莓酱，所以就好可爱哦。现在只有我自己会吃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就都是买小小的小小的。小编他现在订了一个，就是他会每周寄给你，然后你就只要微波就好了，因为他说他不想花时间煮。然后那些餐点就还蛮棒的，就是他会帮你算好热量啊，帮你就是依照你个人需求去做餐点，去做那个食物。我下次有空再分享。然后我自己也订了类似的这个东西，可是它不是做好的，它是每周会给你大概三餐各两人份的生鲜食材，然后你是要照着食谱去煮的。这个东西超酷了，我已经吃一个礼拜，我觉得超棒的。然后我下次来拍给大家看。再来呢是刚刚还有个茶没介绍到，哦，吓死我了，这是红茶吧？因为我刚刚才注意到上面有写 coffee， 这应该是它的牌子吧？然后下面红茶，这应该是红茶吧？红茶啦 ，Key Coffee 应该是它的牌子。不用，我现在打开来闻，我看。哦，是红茶，就很像午后红茶的味道，超赞的。这个是不是包装就很想买了？最后一个，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今天是跟我室友去逛日本超市，如果小编也在，他就会瞪我。我在拿的时候，他就会瞪我了。这个汤啦，它有好多口味。我本来想说，它有什么草莓啊，还有巧克力，还有抹茶的。然后我说看起来好诱人哦。然后我说算了，不要买好了。结果后来我看到提拉米苏口味的，怎么能放过啊？它那么小条啊，斜切面，正面。然后它上下好像都还有在一层巧克力，好多步骤哦，好棒。它里面吃起来很绵密，然后是偏硬的，不是软的。然后我觉得还好，最喜欢的还是金沙了。好，分享给室友。我今天去日本超市买的东西，我想说我之前 有做去 Costco 买什么，然后我今天刚好去日本超市，然后又还蛮有空的，然后我就拍给大家看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拜拜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支持杨代理购买，支持杨代理购买。